主席，请起立。您不够做，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伙，是神家里的人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另不可做外面人嫁带的，只是甲遮的圣徒相同，最上帝家内的人是起坐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。耶稣基督家己最初他主角头要紧的少，踮伫主来渐渐遮做圣殿，加对上帝用心所站起的处。这时候我们有人站立，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，但用使徒信经来告别他的信用。我信上帝，我信上帝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，我的主，伊对圣神道代对在耶路撒冷亚之时，阮丢一个多人来受苦，变是个死海中的渔夫。第三日对死人中的我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上帝头前，伊要伫遐来审判我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上方，最下面要对过我永远的亡命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来三个来做会祈祷。专灵的神主耶和华，我的上帝，很感谢你，让我们当个一届来到你的宝座前来阿乐你的圣名，因为只有得到你，可得到我的阿乐，我的尊重。我也感谢你，永远我参与在天顶智慧的奥妙，应邀你的圣名，并且受管教，来让我的敬虔能日日进步。班长们来追求迄个无形的真教会，宣讲上帝话，听上帝话，按照基督的教示来施行圣礼，在我的日常生活中，会当活出你的见证。班长们接受所托付我的这份，不是出于野心，也是出于贪财，也是其他不法的动机，乃是出于诚心敬畏上帝，甲建立教会的热切。透过阮本人内心诚实的见证，这个心脾的信条，阮愿意接受，甲追求对教会所来我们的外表的圣殿，圣洁的实质。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，阿门。
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无过失失，也无过哀伤，后着痛疼。后来一波做迄位的讲，看我将万因拢换新。伊阁甲我讲，完成啦。最大人，我要予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予恁啉。第四下，你先吃起来。我要做因的上帝。